各位好，我们是猫创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为各位做 BeagleBone 的开箱测试。在各位拿到 BeagleBone 的时候，我们先检查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开箱以后会有我们 Can 附的一个简要说明书。BeagleBone 的主板。会一条 USB OTG 线，有一个铁盒，里面会有原厂的一个简要说明书，以及一个 SD 卡的转卡，以及一个 ARAGO 的开机片，但是我们不会用这个做测试。在这里为各位做的测试是 BeagleBone 主板里面附的 Angstrom 的一个作业系统。我们要准备的是 OTG 线、网路线，如果各位可以的话，还可以再接一个5伏电源、直流电源。打开我们的终端机，接上我们 USB OTG 以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装置编号，在 TTY USB 0。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 MiniCom 做连接。在 BeagleBone 主板上有 reset 键，按下 reset 键后，我们可以看到重新开机的画面。登录时候只需要打 root 就可以了。接上网路线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 DHCP 自动配给的 IP 位置，将 IP 位置复制下来，到浏览器上贴上，我们就可以存取到 BeagleBone 101它里面运行的一个 service， 里面有BeagleBone 的一些介绍。在后面加上冒号3000，我们可以再存取到另外一个 service Cloud9。里面会有一些简单的 sample 范例。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开机测试，谢谢。